你有吃过吗？没有。没有。槟榔花、哦。不是。不是吧？这么赞，哦，你们没开我就去吃王庭长。超好吃，他不会跟他的小姐吗？主要老板很好笑。我会觉得他偏偏精神反胃。他精神超好。我要学一下，声音不好，要学一下。真的。声音不好，我会只能说。请赶快里面坐。对。你点那个便宜的，不然的话被骗的话会骗太多钱。这么鬼，笑死。因为其实他唱亲切，而且他对于这些客人。笑死！我的那个是橄榄。那个是我点的吗？你点的是那一个鲑鱼，有看到吗？蛋。游泳。